刚刚结束的瑞典站啊，和许昕的半决赛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周启豪，21岁的小将，能给马龙啊带来哪些困难和挑战？作为周启豪这名小将啊，大家其实也不会陌生，因为在2017年的直通赛事中，他就是因为战胜了马龙，才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关注。当然，他自身也是有着不错的发挥。2017年啊，全运会也是和林高远组成的这个广东队啊，闯入了全运会的四强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小将具备了冲击这个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的这种能力啊，但是在比赛中啊，这种不稳定性还是存在的，尤其是在那场和许昕的那场半决赛中啊，被许昕零封了啊，就是感觉被许昕完全控制，还是年轻啊，显出在球上和这些老运动员比还显得很稚嫩，主要是综合能力，对，综合的这个比赛能力。4-2。马龙在冰超的历史上已经有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啊，这个马龙代表宁波曾经夺得了4个赛季的冠军啊，09、12、13、15。4-2。在夺冠的次数上，他是仅次于马林的。马龙是今年30岁，来自辽宁鞍山，5岁开始在鞍山学打球，后来进了北京队。由北京队呢，2003年进入到国家队。2004年获得世青赛男单冠军，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得男单冠军，成为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当中第4位大满贯选手。目前马龙的所有的一切的努力，都是为了第3次参加这个日本东京奥运会。嗯，这个马龙是参加了伦敦和里约啊2届奥运会。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有伤病，是很正常的，是必然的。我看到马龙一上场啊，就觉得全身都很轻松，一身轻巧，他打球看着让人觉得特别舒服，不沉重。对，就是马龙就是以快速多变啊著称。然后我觉得随着年龄增大，马龙的这个球的这种灵气啊没有减少，反而是又增加了很多啊，打球是更是就是有种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啊。这个马龙随心所欲已经很多年了，特别是从里约之后一直都是在随心所欲。对，其实有的时候打球呢就是一种境界，打到马龙这个境界，其实他每一次的出手，其实如果他你怎么打感觉都是合理的，也许换了另一个人他这么打，可能我们会说啊这个有这些问题那些问题，可是你看马龙打啊就觉得合理正常。所以今天我觉得对周启豪来讲啊是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能够在乒超的比赛场上碰到马龙，而且马龙呢已经歇了一段时间，就是他这个伤病的恢复，当然他这个歇肯定是保持很
一定的这个训练量。那肯定是训练。所以周启豪，对，今天是个战胜马龙一个契机啊，最好的时机啊。显然第一局周启豪还没有进入一个比赛的状态啊，马龙已经完全发动起来了，所以周启豪这个比分啊，差距也比较大。从周启豪的角度，这局我相信需要有更多的搏杀和控制。现在啊，确实已经达到了这个乒乓球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人球合一，手到擒来，而且呢，他的这个手上啊和球，啊，他这个控球能力啊是现在运动员达不到，就是球好像就和马龙的拍子啊就可以，啊，任意马龙在任何一个时间段，啊，来出手来击球，来控制，就是他的控球能力就和。和这个拍子和球，已经达到了这种最高的一个能够贴合的一种状态。对，因为我们往往就是，像邢云这种优秀的手感运动员，都基本来自于直板选手。而马龙，比如像以前形容马龙哈，对球的这种控制，但是这种夸奖或者赞誉，现在已经用在了马龙身上，就是马龙。把横板打得像一块纸板一样啊，那么优秀，那么出色。另外就是，马龙他的把他原来所想挖掘的，他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的最深的，最优质的这种潜力啊，完全绽放出来了。对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，对，是吧？你现在看马龙，永远看不到什么动作呢？永远看不到，就是说一个球。反手出界以后，很多运动员都是先看什么？先看拍子，哟，怎么回事？对，先打一个问号，然后再看对手，哎，他怎么拉过来？然后我拍子怎么样？在马龙这整个比赛当中啊，没有过这种现象出现，永远都是在自己的驾驭和控制当中。是，哎，人球合一。其实客观的讲，马龙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啊。就是自己的年龄和自己的伤病啊，因为毕竟运动员是有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在恢复啊和体能上是会有衰减的，还有就是自己的伤病。但我觉得马龙应该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他这么多年他的自律性是自我的要求，包括他的身体的这种素质，应该说我觉得。他的运动寿命会非常的长，对，自我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啊，自律性非常好，对于烟酒啊，或者是一切不利于这个保持自己运动寿命的一些行为，都是拒绝的。3-8。开局。
就是周启豪还可以和马龙相持一下啊，到进入到中局开始就是比分被拉开了，就是其实就是感觉，周启豪所有的球的落点和控制都在马龙的算计之中啊。马龙非常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这个主动的防御或者攻击，所以显得周启豪非常被动。所有的球都在马龙的控制范围之内。对。哦。反喽！哎呀，这个球，马龙在进攻的时候啊，这个球侧身侧的稍微有一些偏早，有一些盲目。对。那这个球，其实这球啊没有真正拉出质量。对。所以它质量不高，对方才可以变它的正手位。嗯。从八四比十。好球！确实，马龙的技术。落点，我都有空间。都可以在马龙的控制和驾驭范围之内。对，而且还是就是这个大满贯这个气场啊，还是非常高啊，对手还是有这种惧怕感。我觉得就是客观的讲，像周启豪这种选手和马龙打，首先要不要把对手当成一个大满贯来打啊，就是当成一个普通的运动员来打，放平一种心态。他现在当啥都没用啊，因为他的球不上风。你看他控制完了，控制完了以后，马龙能抢拉，然后马龙控制他，他也动不了。然后在相持当中都是在马龙的计算的对范围之内。对，关键就这一点特别可怕。这种球，全部被算计到了。所以同时也体现，就周启豪必然，虽然马尔龙固然优秀，是最顶级的这个最高境界的。这个运动员，但是周启豪也太听话了，你感觉全在马龙的算计之内，那你就周启豪你的变化就应该是不够多。嗯。哦，漂亮！你看这个球，虽然周启豪发力反手爆冲爆冲，但是他的落点拉的都不好。对。那都在马龙的计算范围之内，其实他在第二下就应该变线，马龙站稳了拼实力，拼实力他还得拉开手。马龙根本就不怕。本来发一个逆旋转啊，马龙回摆的质量非常高，自己再摆反而失误了啊，没有达到这个发球的目的，想上手却上不了手啊。这个线路拉的啊，正手拉了两板斜线之后，马上就是变这个。我感觉马龙现在打球啊，不是两只眼睛，而是他有三只眼睛在打球，就这种感觉。你看他在拉的时候，他真的让对方无法判断他要往哪儿拉。对，就是他的这个击球的这个空间太富裕了啊。对，击球的时间太富裕了，所以他的预判，他的设计，他的体系。周启豪是难以去破他的阵。这个球漂亮。对，这个球就体现了，如果你能打到马龙并不没有算计到的位置的时候，他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个球啊，运动员就是说还是要打得毒一点，不要。好球，6-4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打到这会儿，周启豪可能反而能放开了啊。今天也不想赢这件事儿，就把打出几个好球来。这场一起来自加油声，马龙加油！
又是一个接发球失误啊，很可惜。看马龙的比赛，很多教练我相信都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和体会，就是马龙这样的运动员多出几个，教练员该多宽心啊。嗯，但是马龙的成长道路其实当初的秦志戬教练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现在已经是满头白发。哦，漂亮！哦换手。马龙用左手对打了一拍。